怎么样？没事。你看，从走直到。 沙漠里的荒凉，拥有过的东西。
阿 K，你在里面吗？阿 K，不说话，我进去了啊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啊？
我是206号房间的，我听到有人在敲我房间的门，你们赶紧过来看一下。小区保安部的，我们现在就在您家门口，您把门打开一下。哎，你不是于老师吗？赶紧进来，好像有人进我家了。啊，不能吧？您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卧室。哦哦，好，我们马上进去看看啊。梁小姐，您方便把门打开一下吗？我们这儿检查过了，您的房子非常的安全。梁小姐，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，啊，您的房子里没有别人，而且门锁也没有被撬的痕迹。您看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但我真的听到了。可能是幻觉。怎么可能是幻觉呢？肯定是你们进来的时候，他躲到别的地方去，或者从窗户出去了。我从猫眼里明明看到有人，而且还有人敲门。不会的，我们都给您检查好了，您的这屋里边也没有藏人的地方，而且我们这个每个窗户都有防盗。要不这样吧，您呢跟我们下一楼上这个监控室看看监控录像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从你们家门口路过，或者是敲了你们家的门，这样的话您住着不也是踏实吗？啊，我带您下去看看吧。啊，走。好吧，走，来，梁小姐。你看，确实是没人。梁小姐，你回家，那你慢点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陈总，没烫着你吧？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？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没事儿。静姐，你真的没事啊？要不要回去休息啊？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感觉我遇到鬼了。见鬼！你这完全就是自己在吓自己。这世界哪来的鬼呀？我以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，但是我昨天真的遇到鬼了。我担心
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死在我们屋里的那个人。啊？静姐，姐，你这是安什么药？早晚吃两颗，睡觉前吃就可以了，会睡得安稳一点。你常备这个药啊？没有，中午吃饭的时候买的。记得吃药啊，我走了。什么药？他不是……静姐，怎么想起来我家住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得拜托你收留我一阵子了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做梦，有一个女鬼在我家床底下玩弹珠，而且今天早晨我起来发现，拖鞋旁边真的有一颗弹珠。会不会是之前的住户留下来的呀？怎么可能？我都住两个月了，而且怎么又偏偏非得在今天才出现啊？哎呀，别想了，走，我帮你拎行李，一会儿咱们上班去。好吧。先回去吧，我等你呗，一起走。
不用，你先回去吧。天快黑了，我怕你一个人不敢走夜路。小丫头还敢嘲笑我？嗯，好吧。喂，森姨。喂，静静，森姨给你介绍一对象啊。什么？森姨，你别闹了。这要是被朋友知道我去相亲，我还怎么混呢？多没面子。你还要面子？前段时间在你家发生的事情还不够丢脸的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你当三姨还不上网呢？你还在那屋住吗？不住了，搬出来了。现在和朋友住在一块儿，那就好。闺女啊，听姨的，你现在都是28了，这一晃你就30了。这些年你身边的男孩子也不少，有几个能跟你待一个月的？这之前还有一个死了的。这个男人不错啊，长相、面貌、背景、星座、生辰八字都适合你。明晚6点，我给你约好了。三姨，我真服了你了。好了好了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。哎，好，你可千万别放人家鸽子。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挂了。
介绍对象了。嗯，上次好像是半年前吧。是啊，好像只谈了半个月吧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虽然只有半个月，但是他还是给我很多惊喜的。哟，静姐，什么惊喜呀？说说看啊。什么什么惊喜啊？工作。你好，是安先生吗？你好，我是，您是梁静小姐吧？啊，你好，我是梁静。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迟到了。啊，没关系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第一次和你那么漂亮的女孩相亲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你猜呀。卖古玩的。我就是做古董的。猜对了。那你猜猜我是做什么的？不好猜。为什么呀？女人的心不好猜。好吧，我是做广告策划的。我不明白，像你那么漂亮女孩还用需要相亲？你条件也不差呀，不还是要通过人介绍吗？自己找时候有时候就不靠谱，没有缘分。看来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呐。希望我们是有缘人。你们家住哪里？嗯，天瑞家园。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打车也很方便。反正我开车也是顺路嘛。好吧。那走吧。家到了，是吗？好，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。别客气，没关系。那你开车小心点。好，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好吗？好，再见。怎么样啊？那什么怎么样啊？相亲怎么样啊？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啊？还行，他是一个古董商。古董商？嗯。几岁了？30多岁吧。那挺好的。哎，玩古董的人一般是很有保障的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一般玩古董的人都喜欢古老的东西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等你老了他嫌弃你呀。你这什么谬论呢？调皮。
晴姐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啊，没有，太热了。太热了。嗯。没事，你先睡吧，我出去喝点水。喂，当然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休息啊？嗯，那好吧。换车了，我记得你上次是辆宝马吧？对啊，宝马出了点小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问题不大，送修理厂修修就好了。嗯，这辆车也挺漂亮的。还有人！我怎么开车呀？怎么开车呀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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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到你了。有时候人也会走点小神嘛，尤其你的大美女坐在这儿，所以光跟你说话了。就你贫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店。哦，这个就是啊。对。你随便看啊，随便挑，送给你的。不要，怎么还在里作废啊？我进来看吧。好。安总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可以随便看看。这个是四臂观音，然后这个是香炉。香炉，对。
进来坐我屋里看吗？好，里面请。你看得懂吗，梁小姐？看不懂。是吗？我给你讲讲啊。好。这是铜鎏金的，康熙时期的，这叫药师傅。药师傅。对。药师佛是保平安的，对吗？没错，对。哎，梁姐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，你先帮忙看好吗？喂，喂，哪位？喂。你们这边有没有辟邪镇宅的物品啊？有啊，我现在帮你拿去。谢谢。喂，哪位？这个就是镇宅辟邪东西。好，就它了。好的。喂，喂，这是神经病啊！别担心，包好了，谢谢。选好了？是啊。哦。你刚才在外面喊什么？没事，一个骚扰电话。哦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请慢走。好。今天谢谢你陪我啊。今天很开心吗？当然，还在你公司得到了宝贝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萌萌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是啊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好事了？说什么呢？啊，这是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姐妹萌萌。你好。你好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好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买的什么东西这么多？重不重？不重了。给我。就是那个男的呀。对啊。怎么样？比我想象中好。真的？嗯。童哥，你那新女朋友怎么样了？挺好啊。怎么个好法？人长得漂亮嘛，腰细嘛，腿长嘛，那有点太单薄了吧？对呀、啊，没有，我喜欢单薄的女性。多大岁数了？今年28岁吧。哟，那么年轻呢？对啊。而且童哥跟我说了，说这姑娘呀是唯一一个不看重她钱的人。那不看重她钱，那看重什么了？我帅吗？拉倒吧。咱童哥现在走的是文艺路线啊。来喝茶，来喝茶，喝茶，喝茶，喝茶。童哥，带我来破地方干嘛呀？这地方以后我打造一个中国最先进的健身基地。这地方能行吗？哎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设计的。哟，这个设计还规划图呢。对，挺像样的还。哎，这，童哥，童哥，
在这儿呢，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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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在这儿愣神呢？不知道啊。你是不是中邪了？你才中邪呢，走吧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前一段时间开车晚上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一个女鬼。你什么时候见到鬼的？有半个月了吧。你没害死过人？没有，我不会干那事的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哦，按说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可我就不清楚你的邪气从哪儿来的。你是不是最近又接触什么人了？我前半个月交了一个女朋友。哦，这倒有可能。当前啊，你应该尽快的把你身上的邪气啊排除掉，要不啊就会危害你的生命。是吗？那求大师给我指一个方向好不好？办法倒是有。第一呢，你得跟你的女朋友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女的断绝关系。哦。哎，第二呢，北方的煞气啊，非常强劲，对你不利，你应该在南方啊躲避一下。那正好我海南有套房子，我可以去南方，可以去海南。那好。啊，临走之前呢，你得去去邪。哦。回家的时候啊，请上一尊钟馗的塑像，摆在家中，跪拜祈祷一夜。哦。另外啊，用一根红线穿上一枚啊，这个乾隆年间的这个通宝铜钱，挂在脖子上，一路平安。那好，谢谢大师，我就去办。哎哎哎，还没给钱呢。干嘛这么生气啊？那个安童两天都没回复我信息了，可能人家太忙了。忙，忙也用不着不回复信息呀。而且他又是个手机控，天天拿着手机，之前还总给我发信息呢。哎，你说他不会有别的女人了吧？哟，静姐。这么快就开始疑神疑鬼的，看来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卖古董的。也不是有多喜欢，就是不喜欢这种被冷落的感觉。他要是再不回复我信息啊，我明天就跟他玩完。静姐，别冲动，等等吧，可能人家正忙着呢。不然你看看他有没有发朋友圈。没有，他可能真的有事儿，别激动，女孩矜持点更好。哎呀，别想了，早点睡吧。男人呢，都是靠不住的。你好，我找你们老板。请问你这有哪位老板呢？你们有几个老板啊？我们这里有两位老板。我找安童。哦，他不在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暂时是不会回来了，他去海南探亲了。海南？啊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。请慢走。回来了。嗯。今天去哪儿了？一整天都在外面。逛街去了。去找安童了吧？
他居然去海南了，还去一个月。去海南？为什么去海南？说是去看亲戚，可是他一直都没跟我说过。你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也没有必要跟你交代任何事儿。你很喜欢他吗？你不会跟他一结哦？说什么呢？我有那么随便吗？你不是说男人都靠不住吗？何必那么往心里去？洗洗睡吧，看看他一个月之后能给你什么答案。我先睡了。静姐，嗯，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哦，手机没电了吧？哦，哎，那个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呀，给你的。给我的？生日礼物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试一试，看看合不合适。这衣服也太性感了吧。这何止是性感呀，这叫质感。像你这种身材可不能用普通的内衣来将就。嗯，你怎么比男人还色呀？色啊，那得看对谁。静姐，电话。啊，我听听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哪位？
静姐，是谁呀？不知道，骚扰电话吧。哦，谢谢你的生日礼物，那我就去睡觉了。生日快乐。现在只有标准间了。嗯，可以。幸好出示身份证。在我身边吗？咱俩其实不合适，你应该有你自己的幸福生活，别跟我浪费时间，真的。什么合适不合适？我们爱对方不就可以了吗？让开，别跟他废话，真烦人。你谁呀？我，袁开的未婚妻。对不起，琳琳。个贱人，你以为你谁呀？我告诉你，袁开早就跟我好了，你只不过是他玩玩而已。贱人，擦了这么多粉不要钱是吗？等什么呢？不服啊？琳琳，以后不准你再见这个混蛋。走。行了行了。玲玲，别理我了，让我一个人静静不行吗？玲玲，那你听我说。玲玲，玲玲，你开门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管了我！别动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都要这样对我？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不是还有我在吗？你干什么？我喜欢你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想说，不会没有人喜欢你的，我喜欢你。可是你是女人。女人怎么了？喜欢男人又有什么用？全天下的男人都是混蛋，那些男人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
来，看，我买了两套衣服，我觉得你穿的也应该很好看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们的风格挺像的，我们以后可以多买几套情侣衫。情侣衫？对呀。琳琳啊，你为什么不喜欢男人啊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怎么还问？我觉得吧，你是时候应该跟男生相处一下。你看你条件这么好，肯定会遇到男人对你好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不会有结果的。我不在乎。但是我在乎。你在乎？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。你是不是喜欢上男人了？或许男人女人我都喜欢。你跟那些男人有什么区别？是我错了，其实是有好男人的。玲玲，女人之间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。什么没有结果？只要我们相伴到老就是结果，但是我不能陪你到老，明白吗？我现在喜欢上男人了，这是我控制不了的。我就知道，这就是我的命。你走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，走啊！你先冷静一下吧。安总回来了吗？哟，又是你呀，林小姐。安总回来了没有？没有呢，上次跟你说过了，要一个月呢。安总
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梁小姐吗？对，我是。我是安童的朋友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跟你说清楚。安童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，就遇见鬼了。他经常在晚上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长发女人。梁小姐，你应该也见到过吧？赔偿你们违约金，但是你们必须给我找一个风水特别好的房子。对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好，就这样。走了。喂，你好。梁小姐，你好，我是一家地产的小王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之前跟您说的那栋房子的房东答应今天晚上9点过去看房子，您今晚有空吗？啊，有空有空。那我9点赶到。哎，好嘞，再见。哎，好，谢谢。送我去一个地方。没问题呀、啊、你在哪儿？我在公司楼下。好的好的，你稍等我一会儿啊。梁静，怎么还带着行李啊？你先别问那么多了，回头我再给你解释。好，我帮你放行李。搬回去住啊？是。
找了一个新的房子。你不是跟陆萌住一块儿吗？吵架了？没有，反正迟早是要搬出来的，正好现在有合适的，而且中介打电话说今天房东过来，我就赶紧过来看一下，抓紧定了他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有重要事儿说，就是换房子这事儿啊？那个陆萌说你昨天晚上一晚都没回来，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你。不是，是有点复杂，了解也说不清。静姐，你回来了。静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去给你拿药箱。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？会。Thank you.